想到啊，对面会上这个阵容，哎，三票票中，而且这边英正还是要他这个大堂。对他现在来说的话，现在很多就是说我一开始会觉得他站错位置啊，是，但后来我才发现了，他们是说什么，就是这个点来说的话，可以节约自己的敏捷点。对，因为一点属性加敏捷是0.7，是，但加力量会高。就是这样子的话，节约自己另外的属性，对，我去加力量，对，换算来说的话更划算。是。那么切进来，刚才我们也说错了，由于这边他站的一个速度位，所以说这边大堂是有速度的。两边其实大堂站的速度位来说是速度加成是一样的。对。是我。但对面的话，首先他开鸟，我们说他首先加的属性点肯定就没那么多了。是。那么究竟两边会围绕这个大堂速度去做怎样的争抢就看了，而且两边女儿速度在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变化。是，开局对面的宝宝被清了两只，目前来说不是很顺利。笑里这下应该是不让放刘宁字，先给破甲观战要点，直接来点对他方的大堂。是，因为第一回合很顺利，平 A 点杀吗？平 A 点，对面平安没有被反战，也没有出哦，半天林志啊没问题啊，金属果五千，主要是看最后善恶不同，是，主要是看善恶不同的善报概率大不大。对，还没有出现善报，对面的由于有2000万战神，说实话就剩最后一只了，抗性还是可以的。哎呦哎呦，电杀失败。其实这回合给对战方大堂带来了大量的愤怒啊。嗯，大量的愤怒，两把破血是有的呀。对，来看一下，那清官方这波善恶就不成，对，不在话下了。而且紫禁城他现在来说的话，硬件还不支持那种打什么三波善恶两波善，我觉得他撑死也就最多两波善恶到头了。对，而且质量上的话肯定 也没那么多台子，就台子的话肯定是没有了。台子我觉得紫禁城台子应该在5只左右，5只左右。对，鲜活没问题，直接跌人心。那官方可能要拿回一下大堂速度，对，还是要先拿大堂速度。嗯，对战方少了一把流云，刚才是放了凝滞。对。黄泉自己手抓直接用，哎，我的天，对面法宝，哎，大使不跟吗？手抓就这么用掉了，你不跟一下，这有点可惜，相当可惜啊！便宜找半天来吗？没来，没有。Mirror 没问题，两边互相镜像操作，那肯定是清对面一束的宝宝了。是的，那可以说是两边我们说第一波善恶就到此结束，到此结束了，也不会再去做一些突破性的尝试了，是，估计还是得先清善恶为主吧。对战方两只善恶都打出了善报。对，如果明秀想点这回合倒是有机会，他但是他现在物理没速度吧，他因为观战方这边物理又吃了个流云啊，他果然物理没速度。嗯，他如果想点的话，他鸟阵毕竟没有伤害嘛，对吧？对，克阵的5%的伤害，从稳健来说呢，肯定先把这波善恶清完，对，善恶清掉才最好的。因为这场我觉得进攻压力在观战，因为对面整体来说的话，首先有战神，而且有速度，我觉得不着急，只要女儿不倒地都可以接受。是的，对面观战也顿了，便宜找半天没问题，来吧来吧来。哎呦，这个人这个号找半天找出来了，说实话这个宝宝神的都是观战方亏。是，平川路一次引伤两个单位，其实这是群秒的一个效果，确实没有单兵，就是说三恶丑就是对面他又整齐了，对，清个头还可以。是的，要不然的话其实下把对面有机会点杀，因为这边飞掉两头宠啊。是的，来看一下这波，由于光荣方大堂起盾，那这把的话大堂大概率出宠，所以看一下对面是不是要继续找麦，或者这把换一下，就是大堂破血，我女儿来控官方大堂，不让她出宠，就是给个月下。叫星辰三飘，没有飘中，有精，直接金星来了来了来了，那可能是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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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拉起来了啊，那这个法器很危险，我觉得法器大堂都可能点力，哦不对，有纸人防圈不点大堂吧，法器吧，对，法器点的是法器，没有问题，没有帮这边灵智。想拉这个物理一束啊，不，风系一束。是，来看一下伤害。哦呦，这什么？两刀甲，第三刀甲3600，那秦三叠了。有4.0元。哦，没有出。有4.0元。嗯，有4.0元，这样子啊。风铃啊，有4点风铃，是不是？4点风铃。他可能也想的是这一把至少把你163打出来，后面我的善恶再把你的这个，对吧？对，打掉就行了。那观战的话就等于说加王良嘛， 对吧？加王良，然后观战大堂的话就飘漫天呗，就去亲亲宝宝，把对战方一束的宠亲了，是，把对战方一束宠亲一亲。
对面的话就是要放凌云凌之想为女儿的医术了。是的，不让你平 A 找半天，没问题。丽塔，丽塔要准备放凌云，凌云在化身身上。止破血，清对单方的 S 一啊。嗯，没问题。不，这个血量不像 S 一啊，是 S 一吗？难道台子 S 一？唯一解释的就是，对，血量有点多呀。近台，首发的应该近台没问题吧？差评，没有神迹，要求是有点高了。要求是有点高了，中了封印啊！对了，封印了啊！来看一眼，那大唐的话可以出宠，大唐首发宠就刚掉。对。这把的话，你说硬点，现在感觉点女儿伤害也没必要，有点没宝宝。说实话，对你如果硬点的话，节奏断很多的。对，就正常让这边出宠，然后你凌云凌志补回来就可以了嘛。对，你就算硬点，也就是一个刚刚好。是，来看一下，那观战的话，王良已经补上，看一下地府这边要不要柴巴塔。OK， 凌云回来，对面明秀先把速度给找回来了。先补光辉没问题，反正这一场的话明秀是我们说可以慢慢找机会。是明大唐，反正大唐速度我要拿，不过对面如果拉马的话其实观战不好说。再清，现在对面的宝宝观战有点难清啊。是的呀，而且你等会儿什么灵起来你用谁拉呢？因为你宝宝只有两头，如果对面硬要清，就是一个破血，然后神木林我自己单兵一个，或者加上善恶，你是不是拉不起来？是的，就剩二号跟四号能拉，但这样的情况下不太好起来啊，因为你都是这种善恶宠，也没什么抗性的。来看一下对面要不要针对一下，就不让官方拉人。三飘。哎，控大唐没中，流云大唐来看一下，这把是不是我选择清理两个宠？光辉之甲先补，对，那就是金宠了。对的，飘漫天或者说破血都可以。是的，这边先叠人心，雨天气还行。用快乐拉还可以，那就是分清了。是的，幸亏神木林也是被封。哎，有雨天气，那下把的话可以直接活满。牛春的话这边还有医术，来看一下对面这把凝滞要不要丢。刚才凝滞是在神木林法系身上，如果对面要防的话，这把秀光放我感觉也不还不会点，点的话这把少把金刚，而且他没出过漫天。是的，控地府。嗯，哎，强速度，强速度，物理跟女儿速度真不能丢啊！是的，丢了确实不好打。哎，那对面的话，我们说把三个关键点的女儿跟双输出，对，补了，补了光辉，观战就稍微消停。是，观战的地府我感觉也要补了。是的。哎，还是没有出。是的。三叠。哎呦，难受，难受啊！对面他知道自己女儿，首先就凌云凌志大家齐的情况下的话，我有速度，所以说他很针对这边两输出的宝宝了。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这样一来一回啊，一个神一个不神，其实节奏其实差别蛮大的。蛮大。对。两边各掉一只。对。那对战方化身的话，可以补波宠。点的话，就对面点的话，他肯定是女儿村有金青情况下他才点。是的。那现在的话踩了塔应该还不过，这把光人防点杀控的是地府，两边都不点，再补光，第四个光辉一点都不着急，化生的光辉现在都先补了，就明秀元跟你想好了慢慢打，我就要跟你慢慢磨。嗯，先找半天来吗？没来，没来。微笑笑点了一号秒，还可以。嗯，哎，神一只，那光人宝宝能站齐还行，要不然下把感觉挺危险的。那对面化身来看一下，要不要笑一下光人方地府，整体的怒在地府身上，或者说笑一下他不让他放特技，因为光人方地府现在的话也没有太多可以去做的操作，对面地府反正把光补完了，我感觉可以抓了。
可以开抓，去抓高人王大唐，稳固一下自己大唐速度。这边少了把防御圈，来看一下。但这把的话，感觉是要搏一下女儿了，女儿血量有点低，不好动。上把爆了女儿3000多，看一下对面要不要笑。但这边又出马了，他有医术，如果官方精，感觉对面大唐有点危险。这把如果是金青的话，那官方拉金刚去压对面大唐，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点杀吧。感觉对面大唐要防一下，踩塔不够，不够那就先不点。笑的是大唐，啊、哦，鹈鹕，那他点应该是点了，对，这样鹈鹕就点了。哎，没挂中，这就有点难受啊。是，看一下能把，我感觉如果没中的话，能不能把官方163给打完，因为。第一次点杀没有出163嘛，是你尽量先把他163给压出来。哎，来看一下163能不能稍微打出来一点。出是出了，正常点法系136不够，哎，392还可以。点法系的话就不需要用这个善恶有报了，用壁垒就可以。是，这点来说是比较细节的。他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平 A， 这样以防把这个善报给规避掉。但我觉得观战稳住了呀，这把点杀失败过后，这边女儿知道自己有医术，而且脚下有塔的情况下的话，如果这把有金青拉起来可以直接反点，对面这把的需要防一把了。如果不够怒的话，要不要女儿踩盾宝宝顶满，然后化身拉把防御圈，最好的话是二号法防给大唐顶一个金星了。那官方要防点，看一下纸人没问题，出宠抓拉金刚，这把是看一下点神木还是点大唐啊，都不中。点神木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神木林的话不会被龙，但最少对面神木林可以先出手玩。徐淼第一把163、哎呦，神了神了，宝宝多能打掉没问题，打了65。哎，163刚好163滴血，对，就是说对面触发了一把而已，还行。对，说了163那就163啊，但他是首先被打了65再163的。是的，来看一眼，那其实对面也无所谓了。现在来说的话，观战血量有点残，相当于两个单位的一个血量要回上来。幸好女儿有医术，女儿，哎，其实雨灵珠对于两边来说就还好。这把也防点了，防点杀，防点了，防点了。嗯，他觉得控不稳，怕对面水。嗯，王良没问题。毕竟观战方这边的人心高嘛。嗯，加光辉，观战也是先补了。不急。嗯，不着急。对。破血，这个漫天不出，而且这边被宝宝成型了，所以说不能再飘了。哎，他说错实话，这个大唐这个伤害，说实话我有点看不懂。就是鸟阵是吧？鸟阵你这个伤害，哥们儿你多少有点过分了。嗯，第一刀7300什么意思吗？难受，拉起来，拉起来，蹲，一定要先蹲，一定要先蹲，没必要这么大意，对吧？怪战方这边女儿头上有花。然后只是全场的一个二手，观战方这边要不直接给对战方化身甩马到七了，甩那个了，甩无魂，然后小鼠王挂一把，他没无魂了，因为他扔给地府。哦，地府对，女儿没无魂了，女儿发文娘，但女儿这一手来说很容易被控啊，很容易被控。对，就如果双方注意马的一个到期回合的话，对面肯定是控你女儿的，没问题。太容易被控了，所以我觉得他发文娘好一点。哦，混元伞也还好吧，也还好。对。黄泉之息也开抓，对，观战地府肯定继续补光辉的。对对对，两边其实你看到这种高端的这种国标对局的情况下，毒的几率确实是少了很多，对吧？没问题。哎呦，大唐直接惊了，还行，没有再出卖，那再清掉大唐一只宠。那观战的话要出宠，就是说出一个马出来的话，把大唐速度拿回来。
那从两边我们说拉出了第二波宝，就是感觉就是那个节奏稍微就缓了，因为整体来说的话你没有拉善恶了，就追求一下这种生存了，两边也不着急。这边头上有花，那对面女儿肯定还是女儿控女儿，罗汉也没问题，骆驼肯定也不点了，还继续找漫天拉金刚，领先三把抓，官方这把要为火灵狐速度了。是的，宝再补光辉没问题，没出啊，第二把漫天迟迟没出，那对官方来说起码还就是说在接下来女儿村起码不太担心，是就点两输出肯定是没办法了，对，你不出两把漫天点女儿还是有点压力的。是的，哎，十六零元刷新，其实我感觉两点零元的时候如果谁倒地就压力就比较大了，特别是观战，他首先女儿没速度情况下的话对面肯定严两点的，有罗这把渡劫用了，看看有没有说法，但是宝宝齐全感觉点的话也没有太多意义，观战的话可以活一下一号，大唐回流速度没吃，但是因为他出了马所以说拿回了速度，这把有罗也不太能点对面，除非你是牛没速度还是不好出手，除非水星大唐三飘，哦呦，这算是金星、哎、有金来了来了来了，那就是秦三叠点大唐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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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这把金星也没意义。是的，第四把抓，这么打下去明秀人肯定就有，但是大唐是可以先盾的哦，看他盾不盾，对，诅咒也中，小爽解掉没问题啊，哦呦有速度啊，因为他出了马嘛，对，秦三叠的话感觉伤害够了，对，脚下有罗汉立盾的话有可能不死，平行走半天，哎，也走，那这样观战方这边延不了，延不了，哎，什么意思啊？延不了，哎，别卡个小四海啊、哦，要卡个小四海，观战方这边崩了，哎，二号四号避雷，倒了，够，没问题，那肯定真你了，两点是不可能让你延出来，对对对对，如果一点就放了，一定要真，一定要真。直接争观战方这边地府就可以了，是观战方地府我觉得都不用那个什么，直接要不立塔要不立个塔，要不直接抓对那方女儿村，抓女儿我感觉可以抓，我就啊这么艺高人胆大吗，那对面的话给王良，那观战看一下怎么说，那大唐速度观战方得狂吃回来回速度了，要不然拿不回来。是的，因为领先四把抓，是的，哎，五号是镜台，血量很多，一万，接近一万一啊，看一下对面能不能清掉，还有一头，哇、哦，镜台神了，心态崩了，说实话镜台这种神真的心一万一啊，真是心态崩了，没有真，那这把地听出来，最好就是真地府，然后对面化生罗，谛听出来了，看怎么保。如果是真地府化生罗，就这个谛听就能应对过去。然后对面地府的话，给个摄魂，给个摄魂给谛听。来看一眼。由于啊，因为点掉你大唐，然后出了一个高盾器的，啊，不是不是，这个盾器是红紫的，一下子这个对看错了。他现在主要是就是说，他现在就怕群魔，两个王良一补，现在伤害来说的话，我觉得除了观战方这边的化身以外，我觉得其他都得瑟瑟发抖。顶不住了，真顶不住。他是有一把漫天，试了一把，是一把漫天，然后还有小克的5%，还有8%的这个王良伤害。是，就看这个谛听是什么情况。对面最好的就是整体来说，哎，没有针，哥们儿，你没带针吗？不，这没针，没带针怎么就可能？他觉得观众方伤2-12，不可能吧？二幺也没带针啊？不是，我针的话，我针你干嘛？我用尺子，他觉得。不会不会，
二幺二，你真武装的真阳令旗效果很好呀。他们觉得我现在跟你一换一换零元，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不严，不是不争地府，我没想懂啊。他是想把就是说前期的零元先给他用掉，然后后面就造成威胁。你必然说到了后期，哇，这什么宝宝？把到了后期来说的话，你这个说实话，你这个真太这个。零元太多的话压力挺大的，逼着你做去做一个这个一个交换，就先让你用出来，我扛过了就没事了。是的，打后期。是的，那被清两头宝宝看有没有说法。还是难受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针确实来说啊，我们说有点值得商榷，但是我可以往后看一看啊，现在才针，所以说这个扛不住了才针。他为什么他会怕关大方这边连点是吧？对，怕连点，但我觉得上回合给很好，因为顺便防地听嘛。明秀这我感觉是最近版本的问题嘛，感觉他们昨天也是被风心一个国标给打出去了。他们是版本问题，然后以前他们也算国标的一个这个招牌团队，是好手啊。对，看宝宝能顶得住，压力很大，顶不住，还好。那地府再出宠，化生得罗，我觉得还好。倒也不至于到那种就是，还好啊。对，首先是真的，这边地府我就觉得还好，而且这边也没什么人能点，因为对面这把神木林在里边，就是说仿王宠开你点不了，然后地府出宠。最好就是化身能够有个罗汉，那就顶得住了。是看观战有没有出花招宠啊。我感觉这个时间节点要不要出全力月下不让地府出宠没问题。对对方还是还有速度，还是要考虑过你，就是说还是要先把这个速度拿回来。对，这个你这个国标来说，你开鸟阵不就是为了要速度吗？是，你这个鸟阵开的，说实话多少有点憋屈了。大唐没速度，对，风系没速度，是多多少少有点那啥了。我感觉单神木就不要清镜台了吧。还有他打西山老街上二幺二，打紫禁城上国标，这你其实这场二幺二切进来，我觉得会不会更舒服一点？变了个。熊怎么说出这个腾挪没清掉，那这镜台太舒服了，活满又是11000啊。对的，首先金清放了，那地府的话要不要也没必要，感觉人拉吧，地府人拉吧，因为两个宝宝感觉官方有塔，而且神木林能动，对面这两个宝宝血量都不太安全，人拉，要不地府人拉，或者说做一个人拉的操作，让大唐跟神木林把虫补齐。地府不能人拉，要拉要拉也只有那啊。你说王良吗？那个黄雪，哦黄羊拉吗？黄羊拉吗？不能黄羊拉，就是人九转啊。那只有三号能拉，看官方会破血啊。风林火山，抢速度没问题，抢速度没问题。其实也有点防你出地听啊。对，因为你劣势的话，肯定要出地听来换节奏，换节奏的。我觉得这个大唐是有几率把地听抬出来了，来看一下，不出也没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对面还稳得住嘛。是，看一下女儿村，因为她是罗汉的，头上有花，没速度，少把速度圈，有点难顶。是的，说实话，因为一号是一个比较高速的，看一下怎么保啊。有没有水清呢？我感觉水化生稳。关大方，你怕关大方直接睡玉吗？对，我感觉有点怕睡玉，对面化生，然后继续压你大堂。他水清倒也可以。对，我感觉水，然后对面大堂立把盾。水清不如直接把关大方这边的女儿去睡玉了，不就完了？对面没速度啊。哦，对，没速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怕观战睡玉他化生。对对对，没问题。或者说他对啊，不对，对面有速度，急急如风。对，这边有速度啊。要不要水？对，当然光光没风啊，没风中。也可以，也相当于了，也对对，防点杀了。对，但水星大堂是最稳的，说实话。还是点了神木林，因为关大方这边物理跟铁有速度了。是，我们来看这把横扫2000开刀，那就看安心的去吧。三叠了，主要真的安心的去吧。对，他三叠之前能出手。对。
而且对面神木没速度了，难受啊。这不只是这一把没速度，对，长白纸人打得还是很稳的。荆棘舞，荆棘舞连吗？没连，落叶下降还是秒出来了，还是秒出来了。是的，但是有壁垒根，神了。对面不是幺六三，哎呦，还是带宿敌，难受，难受。哎你，哎我说实话啊，如果说是二幺二打二幺二，好像幺六宿敌的收益比幺六三大呀。我直接宿敌你女儿村，或者不对，不能宿敌女儿村，宿敌武装罐或者盘丝洞也不行。那宿敌他只能宿敌化身，没太必要吧？剑步啊。没太主要幺六三，我觉得也收益不少。箭步吧，我觉得箭步肯定收益最大了。这样看就箭步收益啊，过去了吗？讲空切，我不信，你别骗我，我读书少，不会空，不会空。好像被封了，那空不了了。不会，对，两边的大唐下一回合将迎来自第二把吧。嗯，第二把将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三连剑。嗯，看一下这镜还能不能清掉吧，很难受。很关键，还行，对面这个心态稍微的缓和了一口。顶个回来用速度，封天气很危险。光荣，你的继续有速度，因为两边没有出过马。是，哎，这一手对对方地府，说实话，关丹房这边控的太机智了。地府脚下有没有塔？现在看不到。如果说有塔的话。就对面只有地府有怒，或者说，他医术刚才是五龙顶的化身，有可能也有。初始速度的情况下是对单方的速度快的，但光方抓了两手。对，所以说对单方以及有一个速度圈，所以说对单方地府这个时候其实来说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舒服。嗯，就对对单方地府要点，还是说要延？哦，要延，这把是要延，不是点。先炎，那肯定，那肯定是炎啊！真的真的，哎，地府有罗，没问题。这把罗汉弄出来还是很舒服的。嗯。啊，对面继续平 A 清宝宝了，先清倒地单位的宠，顶满，看一下，还行。再出地听，但这把罗啊很舒服。其实观战我觉得这把真有点浪费，因为你有一速，我感觉没必要这么放。这把有罗之后啊，或者说也是为了出地听吧，这把对面牛春的话就不能给零元了，那就是说对面的化生跟地府要做一个选择。化生如果有金兽云尺拍出来，那地府的话可以给个摄魂，或者说给普玉凌波也可以吧，就稍微降一下这边的输出。当然了，驱散也是一个好选择，因为驱散的话就防你这一手高劲爆。是的，把高劲爆的一个效果给驱掉也是常用的操作。来看一下对战方要不要给驱散。驱散的话而且也有点怕什么呢，就那种上渡劫，就是说反正你高劲爆跟渡劫我二驱一嘛，然后让大唐去平 A 清掉你这手地听驱散，好，我感觉。哎，金兽云尺没问题。嗯，速度很快啊，这个地听速度很快，超千速。本来可能想点点大唐，但看到对面地府罗了一手都放弃了。是的。哎呦，这是破保护吗？抓还是要抓，女儿村的速度必须的，他物理跟女儿村一起丢速度的话，这个 PK 是打不了的。嗯，演一下，怕群魔啊。是的。清掉，压力还是有。对面这神木林六回合的小爽，而且这边开始出漫天。哎，黑熊飞掉，那下把化身出宠，压力还是大。两法防得摁防了呀，空地府防点杀的。防点，因为大唐哎有一速了，对面。嗯，对面有一速了。
但官方哎来了，什么意思啊？你这说实话过分了。我感觉应该是给压力而已，就是因为这边整体都有塔，其实他秒不出什么伤害，就缓解一下压力。紧张半天没来，我觉得最主要应该是秒一号的。不管他秒几号来说的情况下，我觉得关键方对天方在初始是拿到速度的情况下，两个速度丢得这么彻底，还有这一回合是上场地府是抓了一下，然后强行把速度拿回来。对，看能不能扛得过去吧。其实局势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当官方他前面把灵魂用完的时候，那对面扛过去了，那后面就是对面的我们说操作的回合了。对，你主要你灵魂用完了，对面地府的灵魂都攒在手里。是的，看一下啊，我感觉也得是个超快的。是的，你出慢的没有意义，出个超快的，比如说就算不加就用来秒官方这边的孩子都够。出手肯定出手了，因为速度肯定是比物理快。对面的话看一下大唐是要不要立个盾，我就立盾，或者说对面三号摸一下官方五号看看是什么宠，因为新出来的有点怕是群力。我看一下啊，笑里起魂闪加一个敌，这边化身给个青兽陨石，但两边差不多，点到为止。小死亡有想法，有了这把，这把应该笑这边地府的金青，好像是有了，有了呀，这样啊，感觉好像是这把，因为对面这把大唐是真有了，这个是超千术吧？是超千术，速度还不错，主要这把笑里给对了呀。这边地府没动，难受，他肯定是罗汉的。顶了个大，顶了个大，过去关攻强压，以防这是高神。看对面大唐很少吗？来，很少很少。哦呦，这抗性，我就我这样说他抗性还可以，然后打过来第二刀4300是什么意思吗？嗯，看看速度啊，不好说，我觉得，因为官方头上有回来红速度，下回的速度真不好说。是的，虽然对面也抓回来了，但是人家回来红速度，哎，还是有一数，要严了。无魂，没问题。对面因为速度，还是放心给。对，他女儿村对面方只要有速度，他就能严出来，是吧？罗汉也不纠结，直接啊，哦。不对啊，他为什么罗呢？我不知道啊。对面神木林还有下回才能拉呀。是，这把罗，怕他出地停也不可能呀。大唐现在踩自行车啊。我想想啊，这样子的可能性就唯一的解释就是怕化身出地，然后怕下回和法心一起拉起来先罗了，只能这样解释，但是只有点牵强。太像一个解释了。对。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怕法器起来跟地听一起来。嗯，这罗汉确实，他罗出来，我第一天懵了，我说对面不是小手在地上，还在弹吗？那个绿色的。啊，两边女儿互相抢一抢速度，然后对面拉起神木林，跟大唐先出宝宝吧。还是速这个国标队从速度来说的话，还是挺很重要，很重要。对对对，太关键。就是你不能两个都丢，最少得拿一个。观战的话，可以给大唐加个王良。把伤害再弥补上去。是的，飘三飘抓没问题，那两边地府应该都是镜像抓这个女儿的，也没其他操作，或者说没有面伤的时候可以先抠掉。是的，先出宠吧，来了。嗯，怎么说，6点风铃虽然说有点难啊。首先官方这边罗汉还在脚下呢。对，首先我们来看大特技啊，官方这边首先地府被笑，刚才被笑中，然后是化身罗的，然后牛村也被笑，所以说这边是没有怒，他是没有大特技，但脚下有罗很放心，只要对面不是工地厅，观战都能接受，就看是不是工地厅，怕工地厅点崩了，关键方这边的化身是。对，因为他的一个
大堂也是有三点零元嘛，对，如果是工地厅有点麻烦，三点剑的话关帐帮化成是必倒，对，看一下观战要不要，首先是真地府，真地府然后化身起盾，地府这边没灵元，只能是给个摄魂或者说无魂，你感觉呢？就说我防住这把点杀算了，我有罗汉，如果是法地厅我不怕，给一个尺子就算很大的尊重，对，给一个尺子足以，对，如果硬防化身，化身就起盾，是的，哎，拉金刚看有没有想法啊，来，点神木，那这个地厅也不足，也不值得去投资了，就是稍微破一下盾，看一下神木和灵会不会摁防啊？但观战放心的去赌，我就不太理解，除非他是摁防的，也不防啊？难道还有宝宝顶药？你不防你赌干嘛？还不如给个无魂呢、啊。这个操作感觉刚才刚说这个毒按键要抠掉，我没搞懂，看一下，哦，攻的攻的攻的可以，攻的可以，攻的有一点机会，是，所以说光良还不如扔无魂，这个难受啊，这个毒确实没必要，有机会吗？猜一下，那肯定有的咯，哎呦幺六三来了，哎呦晶晶，行了，把这个毒的解释给解释掉了，是毒的好，难受啊，因为对面刚起来没有秦三叠、嗯、但说实话观战我觉得还是大意的，他如果是大唐这么神木林这么打的话，他应该用宝宝贴，就稍微贴两下神木林，就是你保他金青嘛，就还是稍微有点大意，像这边大唐这一把很少没有做到四张观战方这边的法系金青了，是太难受了，嗯，这把说实话幺六三还是帮了忙了，帮了忙，冲幺六三还是很有用的，对，先活满先出宠吧，是的，看看要不要再出一个，因为效力了，再出一个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哎，要点法防，果然是朱地厅，但有了呀，单杀你，单杀，因为封天气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帮助，有帮助，有没有一种情况可能性滑到二号，七字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吧，刚才这话大家我解说几种你很危险，不要再说这种话，你很危险，我都方兄弟听到要生气的难受了，那这样子一下子差很大的，差很大，对，那等于是说，因为首先是官方前期用掉了灵元嘛，对，那两边现在都是四五合的小死亡，那就互延呗，或者说两边都不给延呗，是的，所以说目前还能接受，但官方着实来说缓住了一大口，两边都各有优势啊，前期顶这把金青太关键了，嗯，顶个蓝，那双方的话点到为止了，不过有一说一，观战方这边就是因为两边的大堂现在都倒在地上，嗯，如假设来说的话想要去做一个这个推进估计还要一点时间，是国标这个队伍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哦，这才过了40分钟他们就打了33回合了，嗯，这要是女麻木的话现在应该在13回合，是差不许多差不太多 啊差不太多，所以这个来说他们这个节奏确实打得挺太快了点，说实话，嗯，看来两边应该对国标真的是胸有成竹，胸有成竹，对，嗯，那接下来的话节奏要稍稍缓住了，对，就现在的话因为梅布里都在场的话其实什么林不太能当单杀，对，而且没有新拉出来的这种花招宝宝，小总，小总枪战针针对对方的地府、哦、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金刚护体加一下，其实这个金刚护体我也没懂加的是什么意思，嗯，他就是加了，是这罗汉才有用，嗯，罗汉有用，罗汉是太有用，现在罗汉都有用，左边两边法系特别是对面法系是六层风铃你看着虽然说他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也挺这个害怕的，对，主要是他现在来说的话有先例的孩子在脸上，嗯，加上如果说六层风铃在没有罗汉的情况下其实
也能给予观战方这边很高的一个这个伤害。对，哇，现在对战方好像这是怎么了？压力有点大呀，刚才那把。也许说实话啊，还好他先起来，观战方这边也起来。对战方物理来说是没有速度的，如果观战方这边拉起来，强行点了对战方的一个长区，长区。那么现在就要看对战方谁去拉这个点，是有没有种可能性地府直接人拉，人用那个拉，但拉了起来他只能说先去出个丑，他也享受不到对战方化身的活血。如果你要我选，我感觉要用四号拉，四号法防拉，地府去抓，或者说我感觉操作可能更有效一点，抓也可以，活佛慈悲了，活佛慈悲，那地府应该抓了，地府应该抓了。因为稳固医术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对，那观战方这边好像没有拉自己大堂，对战方可以把宝宝先出出，哎不对，也拉了，也拉长区吗？你有丑，这你不常驱啊，我不信，我读书少你别骗我，你一定常驱，对不对？不好说啊，因为他哦防常驱了，因为他不是不一定是前面的单位啦。对，我知道，不一定是他也两边都不清楚，大家会用这个人拉还是宝宝拉。他不像以前的普陀山的那个时代，因为普陀山那个时代的话只有普陀山能用技能去拉，还是优先去激活。是那么这种情况下，由于官方放了把金青，刚才女儿喝酒，那女儿身上官方有把大特技，有把大特技，最少的话对面也不敢封了，或者是说这边百分百化身能活出来，然后对战的话就看地府的身上有没有怒，就是去走一个罗汉，是的，把人物稍稍的再保一保，顺便把宝宝罩住。很焦灼，现在很焦灼。其实两边我们说地府陵园，那么前面三点大家也用了，那么首先是大唐的一个剑斩，那都拽在手里，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谁在倒地，特别是丢了速度的一方在倒，就是说要继续硬扛了。哎，观战方这边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对面知道你有这把金星会防，但是观战方这边物理有速度啊，是你起不了罗汉。你哎，他女儿没立顿啊，这把如果把对待方女儿孙点倒，观战方这边大优啊。点女儿难吧？点女儿不难，绝对不难。不难吗？绝对不难。点这把，哎，哎呦，大死亡，看爹几个？一，你看二，这把点女儿是不是赢了？是不是有了？那贴了起盾就保得住，起盾没问题，抗性还是很好的。对。哎，还顶了一个，很细。算到。哦呦，这顶着罗汉立的盾，有点猛，秒了对面7000。说实话，不起盾他已经走了。不起罗汉，不起盾，少给一个估计都得。对，都得走，都得趴在地上。是。那对战方女儿没有什么操作空间，换掩护喽。不换也行吧，感觉。能换就换吧。因为有掩护在，你挂不了个小死亡，反正我扛住了呀，这几个回合没问题了，出个宝宝没问题。而且对面这个女儿村的宝宝站了很久了，可以出一只新的。是的。抓速度没问题，这把由于飘中对面地府，对面不能抓。满天没找着，先立对面两输出也出不了手，观战方起盾，现在两边焦灼了，两边现在没什么想法，应该是回到了清宝宝的一节奏。稍微的缓缓节奏。在女儿速度稳固了之后啊，看一下有什么办法，两边会又在大唐的速度上做一下竞争。两边都很安全，这边两个输出有盾，然后对面有罗汉，就整体来说现在目前回到和平期吧。对战的话应该会活一下四号，把法王虫保一保。地府的药，除非他地府药。对啊，对面女儿村应该是有把大的，他那把罗汉是对面那个放的。没有，你这把大说实话能放就放，控小死亡了，控小死亡跟抓嘛，对，两手，对，直接活死亡没问题。摇铃，摇物理的虫啊，不对，摇神木灵的神木灵，神木灵的虫，神木灵的虫，不是，一直以为物理站的是后面的，对。习惯了，你知道吗？是习惯了。第一反应就是摇物理的。对，那不对。也就最近这两届比赛开始，17000。哎，你记得我们昨天有一道打那个18000的那个题？18003。对，这道题导播下个月别出了啊！我们知道了啊，很有问题。我们下个月是知道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对面也是官方清对面女儿村的宠，就看你说了够不够。对，就是说清有没有？
有了的话，那官方可能大唐要防一防。但大唐能提前立盾，这是很天然的一个优势啊。哎，对战方的速度圈没拉到大唐吗？没有。不过官方这边没拉到。嗯，其实问题不大，就看这把金青出来是什么想法。对，这把金也没人管。嗯，观战是盾呢，还是说化生有怒，就是说我渡劫保大唐，我起盾，是的，对吧？女儿盾，大唐盾，然后就可以了。是的，拉个防御圈或者说渡劫一下。如果算到有怒的话，是必须盾的，没有太多操作。我们来看一下对战方女儿说还是没有金，直接控关联方这边的女儿说，因为头上有花，这把 speed 走混元闪，以防对战方点杀。那两个效李关联方这边的一个罗汉是。哎，我还是在想一个问题，刚刚对战方如果选择点杀对战方的女儿村，就有了是吧？有了。哎，金刚护体不点的大唐给吗？他是觉得点的法系给也没毛病，其实法系有盾呐、啊。哎，也有道理啊。你这也有道理啊。他能提前拉。但这个我觉得扛不住啊、嗯！我也觉得扛不住。你看风铃多少嘛，六成啊！只要我觉得应该是扛不住，还有先例激发。对啊，六成。六八六三，这把金的吗？有金吗？没有了，终于没金了。我、哦、刚才稍微用了是吧？刚才那个爆了一万亩嘛，嗯、那个稍微用掉了，但是还是很强啊。有点大意啊，说实话，你这个防御圈虽然说加了防御圈，好像对面什么林的出手也能带倒，但是细节不够啊。是。那来到这个节点，要不要延？可以延了。真地府，然后对面延一手。对面地府现在只有一点灵元，下回合下回又有了嘛？对，真女儿，对真女儿，对。延延了，直接出地厅，下回合要做事儿了呀。是，官方没挪嘛，因为效果这边效两个点的效果。对，顶满，怕你单杀，没问题，吃过教训了。哦、这次抓还抓得挺到的，挺好的。但是他抓不掉，因为这个盾器还在，就有马嘛。而且还有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个问题，对方有把速度圈，官方这边没有。是，吃过教训了，怕被单杀。哎呦，这爆的天哪！嗯。对面再次迎来我们说能够就是说拿下更大优势的机会。是的，看起来要不要 那这回合强行点的你法系挂小死亡，你有招吗？前面三个点给敌嘛。嗯，你关了方女儿村连争都争不出去，前面三个点给敌，地府跟大唐完成一波点杀，化身这把直接给敌，不用了。金刚，你说他这把什么连摁不摁防？他摁防的话，地厅三个敌子就正常出手了，就是说他只要摁防，对战方地厅也就完美出手。所以说他摁不摁防，其实都不关键，真不关键。就我点你，你怎么都得倒。我的重点核心转移是在五号宝宝，而不是在大唐点你这一手神木林上。是，就是这个地厅出来让你很难选。是，你而且你神木林，说实话，你要么你有七星三叠，或者说去清对面五号。有点难选啊，主要是化生被笑了，是肯定没怒的。是的呀，就看女儿怎么说。女儿而且被针，你也用不了灵元。对面如果哦硬灵元的话，那就是女儿春家，但是也没必要。其实我觉得就三个灵元啊。对，因为关了方女儿春又争不过去啊，对不对？是，那我就直接女儿化生笑。对，哦，两点灵元，只有两点灵元。不是笑笑青三叠，难道全魔？全魔了。全魔地厅，你的意思是怕齐星三叠？对，就不给齐星，只有笑法系嘛。那谁来敌呢？就两个输出啊，两个输出给两叠。对，大唐有敌吗？肯定有啊，剑斩没用啊。大唐一定有了，那只能这么打啊。已经确定大唐用，要不然你加这样加有什么意义吗？是，已经确定大唐用笛子了。这破打掉吧，破防后。其实就看这个无魂了。先立断线木偶来，林腾靠你了，断线木偶。哦，哈出来了，青宝宝，这个效力都没必要给啊。他早知道这种情况下，哎呦，直接给笛子，有点炸，直接给笛子。这个二号宝宝讲道理应该是保不住，是保不住。哎呦，还可以再吃一把。哦，又闪。那没事了，没事了，还有一个雷没用，雷没用，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分雷没用，嗯，还行，已经没事了。哦呦，哎呦，用出来，女儿村倒不倒啊？
这不一样了呀，这下连本来没事儿，女儿顺倒了，哎，加多个敌花生都没了。对，他也不知道关南方这边。哦，不对，有可能是被笑中了，所以说他没出手。三叠嘛，对，我都说笑三叠，对，是叫三叠，现在该笑罗汉了呀，是，不管了呀，直接笑罗汉。乔爽，是的，给花生进展，晶晶，这一手晶晶救命！哎，他笑里的花生的呀，我没记错的话，你秒这么多，你够力啊！哦，脚下还塔，对，脚下还塔呢。我这手斩吗？斩吗？斩也得倒，倒是肯定倒的。哎呦，这个向下浮了呀，没有向上啊。还是倒了。哎呦，不好说。对面没宝宝了呀？有，三号没有，三号顶药了。对，换吗？难受啊！换不换？敢不敢换？有子信啊！哦，有。你怎么换？换不了。哎呦，这把晶晶抬上来啊！抬上来了，这把晶晶。但是我觉得还是换。为什么呢？给这边女儿，不对，女儿一速了呀，没速度了。嗯，如果有一速的话，他肯定是换的，因为能换到女儿，因为他没藏神，对吧？对，难受啊！这把对面的牌已经又打了一半，晶晶觉得自己还有速度，难受。小锁王只能继续挂了，小锁王还不中。那明秀元这一阵子的一个攻势，我们说就到这里了。而且在接下来，而且还要面临官方的反扑，因为你的速度又逐渐的在进攻中让官方拿了回来。对。只能把这边神灵扫倒，就是让这边怒清一清了。很难受。所以说国标阵容啊，都有机会。这明秀这一把要是输了，感觉多少有点接受不了了呀。嗯，当然就现在的话，观战还是有点小小压力，但是你最大的压力已经过去了嘛，因为对方把刷王扔出去了。哎，你觉得还出不出地？化身还出不出最后一只了？我觉得不敢了吧。没有，不敢了吧。化身是不可能出地了。对，地只能是什么大唐地府神木女儿来。这回合出地挺很合适的，我感觉啊。但化身这个时候出地太那个什么。对，化身出地就没后13个要全扔了吗？不要了吗？就没后路了。对，因为他两输出一个休息，那么只能什么灵，什么灵有孩子不可能换。是，如果换只能女儿出了。现在对，或者是地府由于这个药卡多了，就四号法房不要了。哎，关战方这边就主清对战方五号，不要去碰其他单位了。对，现在压力的话，其实逐渐的转到对面了，因为你牌打完了呀。牌打完了，花生没宠，压力都挺大的，拉起来了，那得立个盾吧，多少你有点要尊重一下人是吧？是。怎么说？这回合是最后的一个回合，大顶住这回合，大唐就能起来。是的。感觉对面的机会啊，战也不能说没机会，战备物资说实话用的有点多了，主要是不是他你说的剑也好，还有就是什么地府的灵源啊，我觉得那都不是事儿，关键是化身现在零个虫，对，就算最后一只，这只一毕业，13个要送掉。关键方这边要个宝宝都还可以，孩子我记得没出。没出吗？对，孩子我记得没出。那还行。对，就是说药还能放掉，但是确实来说这个化身很难受了。对，这个雨天气，哎，魔晶晶方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应该没想法，我感觉就青虫啊，把漫天最后找出来啊。你漫天没满的，找几号啊？一号还是五号？找五啊。同学一号也行啊，因为一号是地府的宠。嗯，战神宝典又想说大唐的宠了是吧？差点又跑到那个位置。这是4点灵元，他刚刚用了1点灵元啊。啊，对，这是4点灵元的。哎，雨露均沾，样样少一个，少一点。对战方有4只血宠，严格来说，1、2、4、5全是血宠。那慈心起来，观战也不用担心，因为剑用掉了，所以说这个化身很安全。是。来看一下接下来对面怎么操作。首先这边有盾，也不太好清。那我感觉还是先清宠吧。
笑一下这边地府的话应该还不够，等一下他再踩一两回合塔可以笑了，或者说对面地府这回笑官方地府，对面快没罗了也有点怕官方起来就是立刻拉地的，或者说对面的地府的怒留着罗汉，对七塔没问题，有可能就趁这个时间的交接点，我有三点剑，然后我起这个来地听就跟你打一个节奏互换的。那么给大家通报一下另外一个半决赛的一个消息，那首先是珍宝阁战胜了曲阜孔庙进入到一个决赛当中，是那么双盘丝今晚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亮相。哎，他上一次是被办了武装然后让他上了双盘丝，对，那盘丝怕什么？双盘丝双盘丝啊怕什么？怕把女儿禁掉就行了。对啊，把女儿禁掉，我觉得可以把女儿禁掉，打双盘丝我只能我觉得两个有个鱼子岛分析的一个阵容，就他说打一个双盘丝要上武装国标，上普陀的一个国标去应对对面的宙斯，就是说如果对面是双盘丝加宙上武装国标，然后化成不要换成普陀点灯去克对面的，就是说宙斯紧箍咒，然后地府的寡欲令开盘丝的封印，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你分析一下高端指挥的东西，我暂时还分析不出来。分析不出来，我们先看这场比赛。嗯，地听是肯定出的了，就看对面化身可以拍灵元，然后就看对面地府怎么操作，对面地府有罗最好罗，是的，但观战我觉得也没想点，对面就正常女儿针，女儿针地府，因为灵元的话很快就有了，四十八回又有，你针地府不让他挂小死亡就完了，是的，点化生不针吗？封也行啊，封也行，你同样的道理，只要小死亡不倒地就可以，但这样的话能骗住官方的一个三点元剑，对吧？他还要点的化生秒吗？对待方化生是全场他的一个二速呀。对这个问题的话，对啊，不细节，就是点他宝宝秒最舒服。是啊，你这样点宝宝秒不是很香吗？人死宠妃对吧？对，人死不死？说实话，再说不好说。哎，不遇凌波，不遇凌波，这就更难受了。两诅咒，诅咒之杀，看看剑斩有没有骗出来？剑斩是包骗出来了，因为他没活血，只能剑斩了。大师没中，没中。这一点基本上我感觉这个大师没中就对面开心。对，首先大招变出来了，然后对面是化生岛有怒了，双王出来了，对，那同样也是在这个节点能度过。哦呦，还有个军旗，那这一手不好说啊，没罗汉，没罗汉，不行不行不行，没罗汉，没罗汉，主要是没罗汉。吕奉先还是强，没罗汉，主要是没罗汉。嗯，没罗还行啊，那整体都有怒了呀。也没来清这个地厅，不过已经秒过，也没有什么威胁了，因为他不是武装阵容，武装阵容都还有个真阳挂头上呢，还能秒一秒。是的，问题不大。那观战的话，风女儿要保化生活大唐了。哎，对面怎么觉得自己还有速度啊？难受，小死亡点，那火满没问题，这把点。有罗看大唐速度，怎么说大唐哇，感觉倒了倒了。哦呦哦呦，八千四，那个男人，那个男人还是那个男人呀。是，虽然倒地了，清风被清了，但是是这个我们说误报穿刺，第一穿刺的一个大唐还在，实力还是在的。哎，我跟你说，我这把说实话，刚刚他化身不是倒吗？对，我就贪心一点，直接给上个王良。怎么说？没有，他直接选择点杀了。对。我直接贪心给他上一点，我给他上过王良。哎，对面再加2%。对，说实话，对单方这把点杀的肯定效果更好一点。是，这地灵就不管你了。对，还行啊。那又有灵元，对面严不严？怎么说？又来到你的回合，但官方有医术，真不真？真，哎，不敢再拖大了，因为比赛其实来到中期啊，很容易一把打崩，对吧？是，因为资源没那么多了。你看他的资源来说，主要是化身这个宠啊。说实话，其实。观战他没点着五号秒，确实来说细节不够。对他刚刚来说的话，点那个化生秒我没看懂，你知道吗？其实就可能说打的 PK
紧张了，对，都在状态中。就那个时候点他的化身，这个时候全神贯注在化身的一个身上了。对，哎呦，关联方这边中了，不过也没见怕，没见到，没有大剑，嗯。因为他有一点灵元给了谛听嘛，这把有说法，人死宠妃啊，是，这个三号如果是个杀人力劈的话，那就对不起打了，不是我的意思，杀人力劈的话下把可以组织一下关联方这边的，让关联方这边化身立盾，他就可以去点关联方这边的女儿村了。其实点化身也行，我觉得摄魂的话，如果有杀人力劈，怎么说？摄魂吗？比你换两阳户，我觉得很赚的。我觉得关联他只能换一个阳户啊。换阳户换一个的话都很赚啊。摄魂，但这回有罗就算了，有罗就算了，没必要。是啊，罗汉你没必要，这边几点风铃也看不到。如果有剑斩的话，我觉得摄魂是没问题的。因为本来一点灵元，然后风铃的话，刚才也是看到了，问题不大。是的，有罗就先不点了吧，除非他想点其他单位。首先是什么灵点不了，有空，已经被控住了，不能点。无字经点了，真点了，摄魂来了，有罗也点，明秀元想赢，混元伞，这把混元伞是必给的，对，他肯定要盾，哎，没给那个东西啊，他没有给，顶不满还差一点，但我觉得，哎有，我觉得有，我觉得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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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法系了，法系，潜力激发来，金鸡。也还行，别爆！哎呦，弹甲了，是轻霜吗？没用啊，这血量还看得见，轻霜打不死的，没用。刚才说了有罗，哎，我们不过，其实对面操作没问题的。不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关对战方。把错失了一次杀化身的机会，后续来说的话，关联方女儿村这把大金一位，对战方这个虚名是换不出来，对不对？那他没医术也不会换。对，前期对战方积攒的这一缺优势没了。对，对面只能笑化身把他弄笑掉，没后续了。没后续了，关这把大金是一定顶的。对，对面敢换，那亏得更多。对他空地府，防反点，防反点，防反点。要不要笑一把？关联方这边有三点剑嘛，防反点，这把防的没问题。是，没问题。把 PK 好看呀，这把其实不过对面其实真的打得没问题，因为整体来说如果他无字经中了也死了，对吧？就无字经没中，所以说两边操作都很极限。国标的魅力啊，直接神，这边地府跟对面化身都是最后一头宠，两边都在挣扎，哎，清理最少单位的没问题。这说实话，东哥，你不会把自己玩死了吧？二号出来，那么首先是马，对面大唐速度丢，女儿速度丢，大唐速度丢，怎么说？速度从全场切进去全拿，到现在全丢。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对战方的地府没有关联方这边的地府灵性。看看要不要真地府。对面两点灵元，要不要真地府？就是防一手点杀，先防住，不管。因为 这把对战方女儿村我觉得可以争，因为关联方女儿村这把头上有花，大概率是控你女儿村，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边化身刚才有金嘛，你点他了一万多血没倒，他有金清，这把我觉得不会金，他应该先活血，先活血，对吧？对，金不太金不太，但对面防点杀是对的，一定得防，先活血是对的，先防，关联方先立盾，没问题。这个 PK 我们讲道理来说，他。对战方真不一定赢，不一定赢，不一定。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他那把已经错失了自己最完美的一把机会。是，点化身确实有点极限。是，只能说就是差点运气吧。关联方地府干嘛了？哎呦，神了！来，没神，飞一换一。那地府还有几个草？地府最后一只也是最后一只，但他没药了，他就看看怎么做吧。就相当于没了嘛。对。因为你不得还带无间地狱的，对，你还得带这个金牙火雨啊，是的，所以说药品就相当于我感觉就剩九转了，应该没了，或者说一瓶酒也行，因为地府的话总是要偷一口酒的，是的，很极限，首先是女儿村的速度，大唐的速度，这两个速度，官方在没速度圈的情况下，对面有速度圈，我都有了。所以接下来看一下，在不点杀的时候，由于这边四个盾，那对面呢肯定抓，两边互抓了。
空地府，哎，很灵性。没有控住。野空地府，领先一把抓。防点杀，防点杀没问题。抓啊，防点杀抓没问题，因为他没盾嘛。哎，我跟你说，他现在终于地府反应过来了。是是是。哎，这手金星放没问题。没有没问题，他金星本来前面就有那个存在的。小鼠王也不中、你还我，我还你，对吧？那这把来说，哎呦，四天吗？三天。三天。哎，对吧对吧，立盾了吧？讲道理啊，应该是立盾了吧？立呀、肯定立啊，防点杀不立盾。对，我的意思他速度慢、因为他孩子都没有那个什么。是。但有神佑在就没问题了。但还是那个问题，观战方这边一直太执着于选择点杀对战方的一个大唐了，就是稍微有一把转向女儿都有了，是吧？我感觉这场对战方女儿村如果倒比大唐倒更舒服。那肯定啊。对，这把点杀小死亡挂中确实倒。没挂中没辙。没辙。那都防得好，怎么说？观战你的盾结束了，你国标点杀打到53回合，好久没遇到过。然后你观战这边怒都忘了，有说法，这回合对面有说法，除非观战方女儿把对面化身控了，不让他活血。是的，女儿控女儿活血很危险，如果再顶个大是可以点的，没有点那就先破血吧。有怒了可以先破血，纸人都防。破血没问题。哎呦这难受，破血神了。我这伤害再顶个紫心避雷清不掉。没有太好的操作，都有盾，那对面女儿被封了，有塔才塔，没塔也盾了呀。两边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的操作，观战地府的话，由于最后一只可能要憋一憋。陵园的话是观战这边有三点，对面有一点，两点，因为对面大唐的话加过一个战敌给这个地厅，所以说目前来说，还要等两回合。就观战目前的话说到领先一把大剑，是的，但这把其实没太多点杀机会，蓄意弄影，防点了防点了，血量都不太好，碎玉没中，对面有金青，这把有说法，效力地府，因为化生的特技已经放过，点了，也没中，难受，顶满了。我们来看一下，先验一下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再加摄魂，摄魂那没办法，你找半天，他有两把漫天，对战方大唐，就看摄魂给不给力了，还行啊，我觉得还行，还行，这把摄魂还行，但是大唐伤害太高了，伤害确实高，他差一，不给摄魂，我觉得单杀了，这伤害，哦哟，14000，你 刚说谁伤害高来着？对面神木林听到了，汤哥听到了。但是小对面的孩子这一手没飞，还是杨里达观战方这边这一手女儿村虽然倒地，但他起来一瓶酒就解决了。不过我想想啊，他现在出马，对面出马得出马，出马拿一束，就不让观战方清清。是，观战肯定起来喝酒的。对，对战方地府反应过来了，抓才是王道啊！风铃火山不观战，因为他只风铃火山一次。对，我觉得可以封，我觉得可以封铃。不，还没操作，还没操作他。哎呦，对。我感觉风铃火山好，已经二速了，对面把马直接拉出来了。我觉得风铃火山好。他这把说实话，风铃火山喝酒是很舒服的。是。哎呦，不应该不是吧？不会不会不会，应该不是吧？他血量太完了，笑掉了。直接立盾吧，说实话。哎，他金青丸够不够效呢？这个是个问题。对面吗？对，对面对。女儿的金青112就够了。那就看是不是满怒了，是吧？不好说啊。不好说，虽然说140，虽然说金青是少143，但是他得够。但不管怎样，他我觉得观战方这把女儿村直接立盾就行了，不要去放金青。对啊，他又不会控你，他最多控你特技嘛，对，是吧？他直接就聘停来了。你三个输出有盾，你让他出手也不怕，所以还可以稳。我就怕他聘停不直接过来，观战方这边就懵了。应该会聘停，聘停点杀可不可以？
吴志京，不让吴志京，不，算对了，算对了，小死亡还是不中，哇，对单方小死亡，哎呦，还满了，雨天气啊，拉满，心里是捕捉对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对单方没有摄魂了，这很关键，是，两个大死亡都没中，幸亏没中，把对方平再找半天还是没来。2300，你看没有摄魂，加了400多伤害。嗯，我觉得这把又倒了，倒肯定倒了，倒了。不过对面没有那个了，没有风铃。没事没事，这，除非你神佑，肯定倒。嗯，刚刚14000，现在5700，落差有点大。浪费。哎呦，还吃一个无魂，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就是如果他清掉三号神木林，清掉三号，他起来有速度。对，这很关键。这个马没清掉，不过对面这把打得有点好啊。就是吴志京，我就赌你起盾。这个心理上，明星球员现在领先一筹。是的，那个，不过明星球员也为此付出了一把骑自行车的代价。是，其实，我们说优势没有很大，只能说小小的优势。主要女儿村医术女儿不倒都是小优势。这把点杀很极限。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生物手就看两边的剑斩了，就是谁能剑斩拿到东西，或者说这边剑斩能把这边女儿剑斩倒就有了。这场比赛我想一下，这场比赛如果是明秀赢了的话，其实他带了2000万去打珍宝，珍宝我觉得会好一点，好一点，就是说紫禁城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是，这因为紫禁城就600，就600万，你小心点。他就600万呀，确实只有600万。哎，啊不对，他没有，金城没有，金城没有，他在等12月呢。对，他我反应过来，他没有，金城是没有的。宝典这边神木林要点一下，他的一个宝典是满的，因为他没用过灵元啊。哎，直接吃伤药这么酷吗？等不到化身了是吧？来不及解释了。这匹马很想清掉，连着喝了两瓶，哥们儿酒量有点好呀。哎，不对，他没喝。那现在可以观察一下了，这边地府三个药，女儿三个药，神木林比较多，药品的话很极限了，大唐也比较多，因为大唐刚才长期倒地，那对战的药品相对比较平均一点吧，8-9个，所以说两边药品上吃，观战稍微的吃亏一点点，但其实最重要的大剑如果能够甩到关键的人物，接下来其实比赛就会很快。水域要继续点啦！哎，他这个说实话，马的一个效果真的是用的淋漓尽致啊。关键是这边神木林那把没出手，出手的话那马应该是要飞的。哎，终于是挂中了，是把化身动不了。对，难道说？那没有说法了呀，你活血的呀。哎，地府2点0元，这个比赛要收啊！要收啊，要收，因为你活血的。对，没办法。鬼皇宫也没压，还是要杀那条马。哎呦！明确有命，明确有命，明确有命。我不能说马怎么样，但是马已经完成任务了。其实这个时候他飞已经不关键了嘛。我觉得明确有命。我只能说明确有命。对，怎么说？带走。对，难受。首先是这边地府啊，因为刚才放了把罗汉，所以确定你没金青。是。这把碎玉，而且这个三号这匹马。说实话，4个配速搭一匹马，这个比赛让他终于是我们说对面又占据了优势。但是你得防，你这把你要严，你同时你要防，你要防点杀，观战还有反扑的能力。是的，这把点杀观战是有能力的，看一下对面怎么操作啊。首先地府如果你严的话，那么对面的化生以及女儿村得做好这个防点杀操作。是的。吃过上次的亏，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再被单杀了。对方首先大唐可以喂个舞龙，金青来保女儿，小死亡，哎呦，哇，没中！哎，这场比赛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两边的地府的小死亡命中率都不高。没刷雪天气，我只能这么回答了。但以前没天气系统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别问。天气预报不准，是吧？是的，都是雨啊。
是雨。一开始是风，然后接下来都是雨，对吧？就雪天气，确实风天气对于两边来说的话是意义不大，因为两边打的都是点杀，这种伤害溢出的，对是足以的。但是这把点杀不重啊，其实已经很重伤了。对他这把其实重了的话，其实观战方能缓，能缓很多。对面也很清楚，那接下来观战要喂五龙给大唐了呀，而且大唐神灵你怎么保？保个大唐，神灵摁防吧。我感觉没流流能保得住啊。丹峰化身重，化身上马放过金青，那没有大特技了。点神灵，神灵不防就没了呀。喂五龙给大唐，神灵防能救。来看一下这 PK， 或者说神灵自己有金青也能救。怎么说没防，那只能指望幺六三了。但幺六三已经出过了呀，单杀那个男人拿下，结束了，真的是结束。这双赢了呀，双赢了。整场比赛来说的话，有一说一，确实是观战方这边我觉得打的也没毛病，主要是真的小死亡不重。对，而且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的地府说实话发挥的挺好的，就是在对战方天然进来拿到速度的情况下，能把对战方两个点的速度给拉下来，是这个确实有点东西的。有没有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两边小爽都差不多。然后我感觉胜负手就在于点化生回一生，两边都是。对，就是抛开前期互相点大唐不说，就最后的一个局的一个转弯点都在点化生身上。对，主要观战方这边没有药了，其实要他药多的话，哎，神木还有十个药，他但是他整体其他没有。对，主要女儿村这时候被延的时间太长了，女儿还得被延。对，因为对战方六十次会还能再延，是在笑。这个比赛来说的话，到后期会被对战方惨死掉的。你想干嘛？想金青？对不起，打扰了。都没怒了。不，他是想打自己一点，然后清出来。嗯，差一点的时候都这么操作。对。但是你这样子不就等于被罗汉猪都用出来了？难受，没办法，很极限了这场比赛。是的，两边都点化生，所以说，不过最后出马这种，哎，真的是体现了，观战方也差点运气，神木林舔了，要不然的话能把马清掉，其实这把金金出来就不一样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观战方这边二号宝宝神了，这倒是一个比赛估计还得往后走两回合。是，但是被双赢过后，其实我出地听你没办法。六十五，是吧？65回合，差不许多，对面可以换了。他现在来说的话，就一定要保住大唐，大唐一倒，对面随便拉什么宝宝，对吧？你都扛不住，打不了了呀，就打不了，拉全部地听直接结束了。不是，对，就拉地听，然后对面的话，我开无间，我随便斩谁啊？我拉两只全部地听，然后神佑一只，甩四个地支过去。对，来了，对，直接拉两只全部地听。这把说实话，我觉得应该能防得住的。这就挺明显的，这样的点，因为能给对战方造成压力的只有这个了。哎，等一下，对面剑斩的，斩啊，对面斩的，肯定斩啊，因为没速度啊。对，而且斩了下把能配合地听啊。风林火山没用了呀，没用了呀。风林火山，观战方这边我给他算两个尺子，我给他算两尺。说到风林火山，其实中间这边打的就是那把女儿倒了。如果他起风铃火山，对，就救了。对，就救了。他起风铃火山就大胆金青了嘛。他主要是没有想到，对他，我觉得这个也能想得到、啊。能想到对面没有宝宝。对，所以这场比赛就观战方可能失误就失误大了。对，失误大，以及点化生那回合，包括我们现在在抠细节，就是地听，你在不秒在对面不换什么千术出来的情况下，你应该点着对面化生宝宝秒，让对面化生最后一只宝宝飞掉。就是说对，让对面化生是人倒地，对，你这样说理是这么个理，对，哎，我们马后炮，可惜了，真的说紫禁城确实可惜了，对，抠细节是这么抠的，对，只能说细节方面，一节长一只嘛，上一次你看珍宝阁打生日快乐被偷掉了化生以后，你看后面弄得多好，对吧？对，但就是其实新紫禁城慢慢来说的话，那今年也进过决赛了。那这些比赛没带战神来到四强，我觉得没问题，成绩没问题，对，成绩来说没问题，只能说从这场 PK 来看的话，小细节做得不够好。他八进四打谁啊？八进四是不是，夫子庙啊？夫子庙。哦，那他第一场打的万里。万里。那
那明秀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豪门啊，对，就是冠军豪门，对，是的。但也没办法，明秀人毕竟本届比赛也知道是吧、嗯、要最后的做一个冲刺，是的，也带了战神，基本上可以确定明秀成功的到了决赛，他将面对来自珍宝阁的一个对战，哎，双盘丝，呵呵，这个问题，那这个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怎么去，就是说怎么去搬，对，怎么去搬，这个搬武装我就出双盘丝，搬盘丝我出二，出什么阵容，搬双盘丝，搬，我觉得还是搬武装，武装说实话他这个体系我觉得武装还要搬，搬武装来说的话，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珍宝了，不，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珍宝没有女儿村，没有这个的、哎、我在想如果搬盘丝对面只有一个单峰，他会出什么阵容，武装化身普陀双二幺二，是这么打了吧，如果是搬盘丝的话，他只有单峰啊，他没女儿村嘛，那就是笃定他是一个二幺二了，幺二二幺二二两辅助，就只能两辅助了，如果搬盘丝的话，这个交给东方去考虑。他是没有女儿跟大唐，对，但他有地府是吧？对，但他有地府，你不能说他打。然后也还有装饰火岭国标吧？还有花果山是吧？哦，花果山没有。他物理就一个狮驼岭，对，法系是法系魔王神木林，神木林三个号，两个盘丝五个，对，普陀六个，嗯，化身七个，武装八个，地府，地府我算了，七手就算了地府。所以就是看想怎么打，就是说如果搬盘丝的话就只有幺二，不知道，反正问题由不得我们来解决，对，是的，自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做、对的，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现在是5:30，留给考虑的时间还很充足，因为比赛开始是8:00嘛，那不他半选要就啊，半选要提前，对，但是准备时间起码他没这个我们说的像钓鱼岛这样突然切到了，就是搞个敏龙上来，而且整体来说灵宝携带跟细节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次就能打出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嗯，很好很好，对，没问题，打已经，哦哟，嗯，再改良一下，只不过是这个大招被发现了，下次估计就不，这个龙宫我觉得会转掉，他其实不是大招被发现了，他其实对面你觉得他醉了什么吗，我就每个人多带了一组小蓝、嗯。